阿达斯曼挑战100块钱新疆糕点，看看能吃到多少种。坐着。哇，这里面样子好多啊！小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趴着这种橱窗看里面蛋糕那种感觉啊？哦哟，这是糕点的味道吗？这是快乐的味道呀！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咱们这个糕点咋卖的？按公斤也有，按个也有。按公斤，按个。按公斤的话，一公斤多少钱？60也有，30也有，40也有。60、30、40。这样子啊，你直接给我装100块钱的，就是不重样的，装100块钱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先先收着。话说这小姐姐眼睫毛是真漂亮。新疆的糕点都是按公斤称的啊，不是按个买的。番茄称一下。去个皮。就是玛格丽塔饼干。玛格丽塔，维吾尔族名字是吧？对，这就是传统的糕点吗？传统的，上面是核桃，这个内蒙饼干，这是夏饼干，上面是核桃，里面是杏子馅的，这个是蝴蝶饼干，就是马祖克，就是巴克拉瓦，这是嘟嘟饼干，这是曲奇饼干，草莓酱吗？蓝莓酱，这是五角星饼干，看出来了，五角星，也挺好吃的，这是胡萝卜饼干，这咋像个胡萝卜？胡萝卜味的吗？胡萝卜味的，这是纳帕流饼干。纳帕流，层层的，里面有加奶油的。纳帕流应该跟拿破仑同音，好像我记得是吧？好多人就叫拿破仑，对吧？就是，乌兹别克饼干。这头点像菜花。这是眼睛饼干。眼睛饼干。看出来了，像眼睛。重点是草莓酱。草莓酱。这个曲奇饼干。也是曲奇。这个花花饼干。花花。这名字都好简单直接是吧？花花饼干、眼睛饼干的。更贵了。你看新疆的，你看不管是老人小孩，男的女的都喜欢吃这些东西。都是圆泡芙。泡芙。泡芙。但是特别漂亮，就亮亮的是吧？就是霞沙蛋、皇室早餐。我们做糕点的话，牛奶。鸡蛋，核桃、葡萄干，好的东西都放。早餐是它的名字吗？这早上吃的吧？早上吃的。早上吃的叫早餐。里面是蓝莓。蓝莓。原味也有。还有好像还有核桃仁是吧？这看起来真的特别漂亮。就是皮如克。皮如克。这个加奶油的那个啥，饼干的。加奶油的饼干。这个也是，这个挺好吃的那个啥，我们上桌上也特别那个啥的。餐桌上放的比较多是吧？就是西瓜饼干。西瓜饼干。我感觉今天学到了好多东西哦，好多名字。轻一点吧。小姐，这个我帮你端了吧，我感觉有点端不动了是吧？好，这个是蛋汉酥饼干。蛋汉酥。这是巧克力味的，这个也挺好吃的，挺好看的。这感觉好重啊，不会超了吧？100块钱。先我给你称一下。好。刚好两公斤。两公斤制啊。2公斤80。那还剩20吗？这个多少钱？15。15一个吗？那这个给我拿一个。好。可以的，15块钱一个蛋糕。还剩5块。我再拿一个这个啊，我特别喜欢这个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就整100了，整100了。阿达斯玛，100块钱啊，整整2公斤啊，我都要端不动了，都不知道从哪个下手了，谁好看先吃谁吧。哇、看看这个，加满核桃仁的，还有葡萄干。它其实表皮是有点酥的，然后里面加的果酱、葡萄干、花生碎，特别爽。满口核桃仁的满足感啊，真扎实，脆了的拿破仑，
这个拿破仑啊，满口的奶油，然后加着芝士碎的香味啊，巨香，我跟你说。好，那大熊啊，100块钱这么一盘生姜糕点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